多了解多认识一些女生也挺好的吧。你们俩一对，你们俩一对。好，先生，你们俩。哦，我们俩。你们俩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他换过去了。好。许丽的啊？为什么？嘉荣硬要调组，把我跟 Kelvin 调成一组，我当时是非常不开心的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还是要说一下，或者是给人一个眼神征得一下同意会比较好。我就觉得我被大家 push 的太多了，压力好大呀。哦，是是是是是是。然后我们下水选自己的一块板子。你一下去游过去，然后哦。冷啊！好冷啊！我不是，我们是水温了。来，好冰啊！对，会有点冰。啊！来，游过去。我们这个衣服可以穿下去吗？可以穿过去，然后大不了吃了再。我巨冷哎。小马什么表情？我牵手，牵手，希望就好了。巨巨干干的小伙伴哦。需要帮你吗？啊！开心吗？我行。扶我吧。再放一个。动起来，动起来就很好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我再放一个，呜，动起来就很好，动好了，动起来。好，可以吗？一个人上板子。哎，拒绝。两个人。这样，就是两只手撑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对，可以趴在上面，对，然后扭过去，对，是。OK。哎你。你有看过那个叫什么海狮啊？海狮。别下来啊！你别下来，你会怎样？好的。好，我们盘腿坐到板子上，面对面，面对面，先冥想。慢慢的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，怎么样？背闭上眼睛，背走，就看到你跳，很笑很受伤。来，双手推地，我们跪立，好，跪立，慢慢的把你的右腿向后向上抬起来。这很难吧？很难。对，把左手往前扶住对方的肩膀。你先，我先，你先了。我觉得我不行了。好，把你后边的脚尖点地，膝盖抬起来。稳住，稳住！哎，嘉荣只想展示自己，完全不顾苏的死活。啊！我感觉你稳住。好，有人起来了。我现在看到嘉荣，就好想笑。今天的感觉挺好的，对，很棒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哦，他真的超稳哎，这个应该是巧薇的强项吧？不是，你比我稳多了。哎哎哎！
下就很稳。好，把你的膝盖往上抬起来，来到下犬。什么是下犬？就这样，是吗？对，下犬。哦，你练过。把臀再往天空的方向去推。你落水落得好欢乐呀。还好还好。可能是推的太天上了。有枪了！你们俩是一起上台的吗？不是，是我上去的，然后不太。你让女生先上吧。女生先上。可以。小马在担心。嗯。我已经看见你了，没事。没事。没事。够大。OK 没问题，来吧。你往中间。不要影响大家进步。哎。哎妈。OK。刚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肯定有点，小小的，但我觉得也正常，毕竟这是一个双人的得配合的活动，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了我队友，没有一个很好的体验。我觉得这位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先起来，然后你再起，换位。女生不动。来吧，相信自己。我就想问你，最难的事情就坐车了，这个其实没什么难的。上一台我就想抢。对，我就抢。很棒，很棒。好，很不错。人起来了。我们今天坚持两秒哎。来，不要掉，哎，对，保持。